一个有童工？才不是呢，是新开张的亲子餐厅，和我一起开箱去。第一站小茉莉堆，来个蹦蹦床，冒险区，这里大人也可以上去哦。走这个我也怕怕，儿童 flying fox， 小朋友手臂还不够壮，只好默默滑下，当然守不了大滑梯。小朋友很爱的买买买，今天有小姐姐收银员，他们家的家家酒玩具质量超好的。这里是双层的楼上更好玩，店家很用心，楼梯都安装软垫，而且二楼的楼梯还有围栏哦，店家真的很细心。二楼有什么呢？我们家的小朋友很喜欢这个，喜欢到不想回家了。只要做一理发店一夜啊，自己动手还是我帮你呢？好玩的来了，虽然你妈不希望你以后干这行，但是这真的太好玩了。孩子努力搬砖吧，楼下和楼上各有用餐区，他们家的食物还真的不错吃。让我更意外的是，开亲子餐厅还要上急救课，真的加分。给你们看看他家的 offer。也可以在这里庆祝生日哦。最后提醒大家，大人小朋友都要穿袜子，要提前预约哦。记得点赞关注小红书。